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在这期的视频当中呢，是又请到了我们的蛀牙先生。我们的蛀牙先生呢，又是掉了非常多的牙齿，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我们的魔笔游戏 Playmobil 我们的牙医来给我们一起来帮忙。不知道我们的牙医呢，这次有没有时间来给我们的蛀牙先生去给他整理一下他的牙齿呢？我希望呢，他这次能够多多帮我们的忙。医生牙医先生，你们又是你们啦，怎么又是你们？今天有没有时间呢？那好吧，今天呢我还是有一点点的时间的，那我给你们准备一下吧。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这次呢又是一个不是动物，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帮我们去看一下他的牙齿。我就知道，就是这个蛀牙先生吧，他的牙齿实在是太不好了。上次的话呢，我就已经看到他有非常多的一个蛀牙，然后这次呢，你是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牙齿呢？但是呢，这次我想要给他做一个银色的牙齿。你要给他做个银色的牙齿啊？不是吧，上一次呢你是要给他做一个金色的牙齿，这次你又要给他做一个银色的牙齿。我真的不知道这次你能不能把它做好。我这次呢又带了一些我们的智能粘土过来，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帮忙呢？那好吧，那好吧，那我看看。你不用后面的那些培乐多粘土吗？我觉得培乐多粘土会更好一些。我觉得我想要用智能粘土。我们这里呢还有一个牙刷，我觉得用了牙刷的话呢，可以让你更好的保护你的牙齿。我们现在呢，先由我们的白色粘土开始，对不对？没错没错，你可以先用白色的粘土。但是我刚刚在想，你是要做银色牙齿的话呢，应该做的哪个部分？那好吧。我们先来做我们的白色的牙齿，把它放进我们的模具当中。把它进行一个按压。我们的牙齿呢好像没有做得特别的好。那我们再做一遍。现在呢，我们的牙齿看起来非常的好，看起来比上一个牙齿呢是要好多了。怎么样，牙医先生？我觉得非常的不错，你可以把它放进去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把这里放进我们的银色的牙齿。我们还剩4颗5颗白色的牙齿。然后前面两颗门牙呢，我们给它放上银色的，那我们赶紧来做吧。
医生医生，我们现在都已经把白色的牙齿都做好了，你觉得怎么样？我来看一下。上面呢和下面呢还差两颗门牙，你是要打算做银色的牙齿吗？啊，对，没错。那么我们现在要来钻牙齿吗？我觉得这还挺好的，不需要我们去给它钻牙了。那好吧，那我这次就不钻牙了，那我们就直接来做银色的牙齿。你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吗？现在我们不需要去给它钻牙，但其他都做得不错，我们再来做我们的银色粘土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银色的智能粘土，用这个银色的智能粘土呢，我们可以给它做出它两颗上下的一个门牙。我觉得还行吧，你可以把它试一试。我们现在呢是试试用这个银色的粘土去给它做出它非常可爱的两颗银色的门牙。现在呢，我们的蛀牙先生呢是躺在了我们的手术室上，我们要快点给它做出来，要不然它就躺太久了。好啦，医生，我们的银色牙齿都已经做好了，你来看看。我觉得吧，白色的牙齿，白色的培乐多牙齿呢会更好一些。我也是这么觉得。有一些的这个银色的智能粘土呢，都会给它滑下来或者给它变形。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作为牙齿的话呢，这个银色的粘土还是凑合吧。那好吧，这就是这一期想给大家介绍的这么一个银色智能粘土的一个牙齿视频，希望你能够喜欢。喜欢的话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点一个大拇指向上赞，或者呢是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订阅我们的频道。频道订阅了之后呢，每周就会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推送，所有的一个新的视频呢，你都能及时收看到。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拜拜。